兴奋了，因为太久没有看到你们，嗨 ，Hello， 真的很开心。然后高雄真的太舒服了，天哪，这个天气让我整个太嗨了。然后今天可以来到现场见每一位，真的很开心。谢谢你们今天的时间，真的很快乐。Hi everybody， 我今天同时也很兴奋，是因为这是我的第一次演出我所有的新歌，除了爱你以外。除了爱你以外，其他的歌都是全新的，然后都会在2024年今年发行，所以我真的好像有点过于兴奋，有点发抖。我不多说，接下来这首歌叫《Love Me More》，然后这是我非常非常厉害的师妹帮我写的歌。刚刚你们有听到她的歌声940，所以我想要谢谢她帮我写了这么好听的一首歌，希望你们喜欢。
有一点甜，完美不完美有什么好争辩，吹散爱送马甲分别，接受黑暗才能照亮光亮， It's so easy 的拉美马黑拉美马黑，Kimberly 金教授，太开心了，好不好？这个首先先跟大家说一下，这个呢就是标准的服装，你来参加粉红野餐日就是要穿着这样子，粉红的感觉 ，Pink Lady 的感觉，好不好 ？OK， 明天还有一天，所以如果你们今天没有符合 dress code 没关系，明天记得穿粉红色来啊。先来问一下这个 Kimberly， 这个你平常野餐呐、啊，有没有什么你特别的服装？哦，小物一定要带去的。我觉得野餐的时候，好像重要是在好吃跟好朋友，要带对的朋友，对的人，对的哦，对好，美食不重要，美景不重要，对的人最重要，对，什么都对，最重要。嗯 ，Oh my god， 那今天对吗？今天我觉得超对的，哎呦，太开心了。而且一连好多新歌今天送给大家，对不对？对。然后今天的造型也是特别不一样，送给大家。没错。哎呦，穿得很标准哦。Thank you。这个今天这个 Kimberly 来哦，这个非常开心，就是说我们特别有准备一个小礼物要来送给你一下。因为在这个事前访问呢，有知道这个 Kimberly 是一个非常爱护地球的人，本身很喜欢这种购物袋系列的，啊，刚好放你的水，对不对？你本身是一个很喜欢这种环保的东西，超喜欢欸，我家里感觉好多好多购物袋，对啊，但是这个特别可爱，而且你是一个很爱用一些什么环保袋啊，爱地球的东西都很喜欢，同时你好像是一个吃素食主义者，对吗？ Vegan， 是不是叫 Vegan？ Right, Oh my god， Vegan， 你会拼吗？ Vegan， right， 你好厉害啊！对对对，不吃是不吃肉的，不吃肉的。对，我们不剥削动物，所以我们连蛋奶也都不吃。哦，你是连蛋奶都不吃，对对，这是 vegan, 全素啊。对，其实 Vegan 是一个理念，它就是一个我们不想要去伤害那些无辜的动物，是，就不会去消费。哦，对，所以你已经吃很久，当很多很久的Vegan。嗯，我从差不多15岁就吃素了。Wow， 然后我是在去年的时候转成 vegan，哦，就是完全连蛋奶都不吃，以前还有吃一点蛋奶，现在连蛋奶都不吃了。对，连蜂蜜啊，然后我们不买皮包啊，也不去消费动物园啊、水族馆，因为这些其实都对动物很，他们会很难过。了解了解，没事。我觉得这个理念就是，我觉得你喜欢你就跟着做也都没关系，慢慢的学会爱地球啊。
好，那今天这个你有购物袋了，我是觉得哈，只有你有不行，好不好？我们今天也准备了一些来送给观众朋友，好不好？对对对，我们今天准备了三个，有我们这个超可爱的，我真的觉得这个设计师真的太厉害了。我有看到他写 Design by Eat Mushroom， Eat Mushroom， 你好会设计哦，真的在现场吗？ Eat Mushroom 有吗？ Eat Mushroom。好，没事没事，你在现场的话，到时候来我们舞台，我们这边来。真的很漂亮，我真的很喜欢，非常可爱。今天就透过你来送给大家，好不好？先跟大家说一下，除了送你这个环保购物袋之外呢，同时里面厉害了，厉害了，随包附赠一个高雄樱花季的门票。那这个门票最重要是什么？你知道吗？它是3月22日的门票。3月22日 ，Kimberly， 请问一下，你人在哪里？就在那，没错，现在就要送大家3月22日的门票。到时候今天表演看不过瘾，22樱花季记得再去看我们的 Kimberly， 好不好？那我们送出三个 ，OK， 那你出题，我出题，你出一题，你出一题，好好好，好不好？好，我帮你拿，你出 ，OK， 待会数到1、2、3，你 Q 一个，好不好？好的，好的，好吗 ？OK， 来第一题，我们让 Kimberly 出题哈。好的，我们先选出那个人 ，OK。来了，准备，你要，你知道，要让这么多人，你要，哇，压力大啊。OK， 你要被点到不容易哦，代表你有压力，旺哦，来了，一，准备看好了，好，二，眼镜有戴好啊，有 ，OK， 三，来，你选择一位幸运观众 ，Which one？ 你，蓝色的这个 ，OK， 你先讲你要问他什么问题？樱花季三月。我表演是3月几号？3月22日，对吗？对，恭喜你！来来来来来，谢谢谢谢，来来来，恭喜你哦！记得3月22日你要去哦，带着这个购物袋好不好？让 Kimberly 知道你就是那个幸运得奖者。OK， 再来选出一位，换你，哦，我想一下，哦好，那我题目很难，你们 OK 吗？你们有国外留学回来的吗？因为我可能会出一些英文的考题，你们 OK 吗？可以了哈，哦，好，来，那我先，那你帮我选一个，那我问 ，OK OK， 好不好？来，一、二、三，来，哪一位？我看到一个很可爱的妹妹，很可爱，在后面，对对对 ，OK， 妹妹你来回答对不对？对对对，嗨，请问在台上这一位长得像 Barbie 的这个女孩，她叫做什么名字？Kimberly， 恭喜答对！谢谢你，送给你。我本来是要问他说 vegan 是什么意思，后来想说算了，他年纪还小，等你长大再问你哈。最后一题，好不好？好，让你发问。OK， 那我们就选一位喽。准备好了吗？我跟你讲，我跟你讲，以前在这种有奖问答，一二三都会有后空翻啊、空抛啊什么才会点到你啊，知道吗？好，来了，一、二、算。OK， 来这边。右边的朋友，右边的朋友，哪一位？嗨，金色头发这一位，是的，是我们 Kimberly 要问他什么问题？好，哦，考到我 ，OK， 都行都行，简单的也可以。Vegan 是什么 ？Vegan 是什么？纯素主义者，对吗 ？Right，OK，恭喜你答对了。你今天讲完之后，从今天开始就加入 Vegan， 你知道吗？没有，你真的是 vegan 吗？真的是吗 ？Oh my god， I love you， 你好棒！哇哦，缘分哎，刚好问到一个也是 vegan 的。哇，真的太感人，我们有那个心电感应 ，That's why I picked you，That's why。太棒了，好不好？恭喜你，3月22日，好不好？记得一起去。22号见。看樱花，开心。Okay。好，那今天这个 Kimberly 来到现场，我们先请 Kimberly 跟大家来一个大合照，没问题。然后接着下来再唱歌给大家， okay， 好不好？好，来来来，那我们往台下移动吧。OK， 台下移动吗？经纪人，好，我们先小心小心小心，我们先到那个中间。哇，太可爱了！我等等下来找你。今天这个 Kimberly 一连唱了两首新歌，跟大家见面哈。我们先请我们的野餐大使 Kimberly 在中间跟大家来一个大合照。我们先看官方的相机，好不好？我们先看相机，看这边，来看这边，大家看这边看相机，来，来，一二三，一二
OK， 一二三，耶、yeah, ！手机都 OK 吗 ？OK 吗 ？OK 吗？手机都 OK 吗？好，好。Hello。好 ，OK。Hi guys， 我这样就离不开。好啊，等我一下。Love you guys。好，等我，我再下来，我再下来，等我一下。这是我们粉红野三日的野生男子 Kimberly， 好不好？他今天特别来这边一连唱两首新歌送给大家。那待会还是有大家耳熟能详的歌曲哈。那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交给 Kimberly， 好好唱歌给大家听，好不好？让大家先就是preview 一下这个樱花季啊，对啊，是 preview 吗，老师？算是哎啊，对对，先预习一下，预热一下，好不好？啊，会唱，待会一起唱。有没有会唱 Kimberly 新歌的？应该还不会吧？还不会是不是？太要求。没有，我好奇，我以为有些人可能已经。因为真的还没唱。哦，还没有。真的还没，真的。第一次 okay, 太好了，好不好？抢先听，好不好？那继续把时间给我们的 Kimberly。Thank you。掌声鼓励。谢谢。接下来这首歌是我在上个礼拜才推出的新 MV， 然后这首歌叫 Younger， 所以我希望你们喜欢。Thank you。的原因，然后我真的很感谢这首歌，不管是快乐的、难过的，都陪着我一起，跟你们一样，所以非常的感谢大家。希望这首歌我们可以一起合唱，好不好？好 ，Thank you so much， 谢谢你们。
再次谢谢我们的野餐大使 Kimberly， 三首新歌好不好？